台湾的历史吼，古在人写，阿拢甲你乌白写。哦，我细汉的时阵哦，看到吴凤，哦，这個、人真伟大。啊，到个大汉的吼，讲吴凤是假啦。啊，我起一间庙遐大间。啊，吴凤是啥物官员呢？是最小最小的公务员，都会使甲碰风碰风啊安尼。啊，你若做大官的哦，保证他的历史是不正确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来研究台湾的历史。哦，我不爱哄骗。啊，为荷兰时代写一本书，欢迎未歹。啊，衰落都继续写了，就是荷兰衰落，陈胜光一本，啊，佫衰落佫写了，就满清据台213，213年，满清占台湾，啊，佫衰落日本时代伟大的台湾人。这几哪本子就对了吼、哦。啊，今仔日要来讲日据时期，吼、哦，日本来占台湾的时阵、哦、是安怎发生的吼、哦？咱大家知1894甲午战争，满清战败，割地赔款，甲台湾甲辽东半岛割给日本，台湾甲辽东半岛。但是要就辽东半岛去外国干涉，转这是不可分割的，是满清政府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辽东半岛搁害日本，啊，日本搁给几包几千万两的黄金，安尼，哦，安尼准做个啊，好、哦。1895年5月初8日。在烟台交换了马关条约批准书。哦，五月初八这天哦，正式日本正式为清国取得台湾平和的统治权。哦，五月初八这天，至今哦，咱台湾人叫做国体国耻日哈、哦。但是咱来讲台湾甲日本的关系，先爱讲啊荷兰时代，1633年，日本人哦已经以前已经来个台湾啦，哦啊来个台湾，但是日本政府哦推，德川幕府宣布锁国令，就是讲1633年，你即阵33，即个400年前哦，日本国该锁个。因为那日本国要给他锁起来，因为外来的这西洋人哦，船坚炮利，不使，干那开放一个所在，南加萨奇、长崎啦，哦，开放对外港口能出入，村呢拢锁起来，就是讲你袂使入来，也袂使出去，哦，所以日本有这个锁国令。意思是讲，得甲外国人锁在日本之外啦。但是这个时阵啊，甲台湾锁在日本国土之外啦。因为中国无要伫台湾嘛，啊日本人有来台湾垦殖，吼、哦，哦，台湾的统治权为1624年荷兰人来了后才开始。啊！但是汉人来统治是这个陈胜光因这个家族是1662年开始统治。哦，但统治者日本人有日本血统，南加萨奇贫户田川家的孙，就是陈胜光有一半的血液是日本人。哦，所以满清政府统治台湾了后。把陈胜光的所有一切文物骨头什么拢给吸收，拢袂使。但是日本时代时阵，佫该恢复个，所以咱即马看到真侪郑成功的遗迹哦，都是日本人去做的吼、哦。但是陈胜光真可惜，拥有台湾23年哦，啊那这么要求碰到地面。这有道理的吼，等讲电视王朝的时阵再来讲。哦，这张图是荷兰人画，荷兰人1624年
来占着台湾了后，1625年就伫划这个所在台南啦，台南的所在啦。这个所在吼，有一个城叫做 Zealandia 即马叫做安平城啦，安平古堡，吼、哦，安平古堡。啊，遮有一个内海，即马这内海无去啊，因为风太大，风刷伫天。吞到即阵已经无来海啊！即无来海，但是即个所在吼，赤坎楼，哦，即个古迹也搁伫啦吼，赤坎楼，哦，安平古堡，哦，啊，来最趣味的所在就是讲，还有六间厝，伊会好了荷兰文写讲，这是翰林海产的厝。啊，遮有200厝，12间，写讲日本和民的厝。哦，啊，出嘞吼，哦，遮有几间啊厝，遮有几间啊厝，遮有几间，这麻豆写啦，小人写啦，啊，什么写，人地大只。所以这张图吼，会使证明日本人当时来台湾，凭汉人来台湾吼，较早，较侪。啊，那要来台南，台湾遐尼宽，那要来台南，哈、啊，做生意哦。我讲哦，咱台湾哦有一个宝贝，就是每年冬至吼，拢有乌鱼啦，乌鱼为这外口收个，啊，你就该抓，抓就。啊！你两上大拍的时阵，啊！就抓，啊！就生，啊！就拍。迄阵也无冰箱啊嘛。啊！荷兰人看到，在我的土地顶头，在个拍鱼吼，抽细金，这个一个乌鱼蛇，抽一个乌鱼蛇。啊！因为这个乌鱼蛇，我专得去了解，就讲哦，原来就是台湾先开发台南，就是因为有乌鱼为遮经济，一年过两遍。这边是冬至，什么叫做冬至？我讲吼，哎，对，这些讲也对吼。咱吼采一支德国，咱们厝的联络所在，中昼12点，你看迄个影，哎，这影若拍这边，啊，你有当在做一个 mark。啊吼，上长吼，迄天冬至就是太阳最南到南回归线呐。啊，那上哇，这个德国这个哦，滴都看无影吼，这叫做夏至，哦，叫冬至哦。先说讲这里哦。啊，这张图就是汉林来了后所盖，伊就是讲就盖做。汉林的部落啦，啊，这嘛是日本人的部落啦，都无讲下海产啊啦，吼、哦，小可碰风一下。日清战争是光绪皇帝甲日本明治天皇的战争，吼、哦，哎、啊，日本人认为伊战赢的原因，就是伊唾弃了儒学。孔子这套理论不要、哦啊、但是满清还是把孔子抱在身边、哦、现在也是台湾政府也是把孔子 抱在身边，这个很危险，很危险，因为一个思想、哦、这就是说日本人在明治天皇明治维新唾弃了虚有其名的支那儒教，啊，那叫做支那，支那就是 China 啊、哦、，China 啊 ，China 是什么东西 ？China 是灰啊，哎，灰啊，本来叫 China 嘛，好、哦、，China way 啊、哦，啊，所以我咱以前我也读书的时候，秦国叫做 China， 还有嘛，会讲，所以。所以咱知讲有这款的哦，地形就知啊，哦。
这日本天皇全五个吹杂吹不交换了嘛，啊，吹杂就叫这个过来的人来开会，其中一个海军中将华山之计，华山之计是头一任带台湾的总统。啊，即摆有伫台北要找到即个咧，即个人的遗迹未？有。台北吼有一个车站吼，叫做华山鸭，华山火车站啦，吼，迄客运啦，吼啊，当然即摆较虚弱去啊，吼，华山鸭，吼，找一个木字边，哎对对，还都中国字会使学白写，啊多一个火字边嘛，不要紧，好，华山之计，华山镇，哦，你有注意的这点，真咯，哦，啊派一个军团哦，在辽东半岛，诶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这是明治天皇的堂弟，伊领军要来占台湾。就是伊率领最精锐的禁卫军团，哦，本来是去占辽东半岛嘛，啊，辽东半岛去迄外国去干涉的时阵，啊，袂使待遐，啊，就撤出来，哦，啊，就撤来台湾，哦，啊，这就是华山之计，哦，啊，这就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哦，当时因已经真西化，哦，这拢是西方。诶，武装的迄个将官的迄装备，台湾的住民分做两种，一种是汉民族，一种是原住民啦，咱讲做先住民啦，吼，啊，但是迄个时阵叫做番啦，啊，番佫分做青番佮石番啦，吼，啊，汉人。是次等国民啦，汉人来台湾是二等国民啦吼，啊，所以反清的事件常常发生，所以一句俗语：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咱在台湾吼，反清的时阵，统治的时阵，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这个正确的啊。温州人伫台湾吼，采取无爱台湾的政策，是制造混乱的分化政策。伊甲你制造混乱，伊无甲台湾想讲这是我的国土，无安尼想，甲你制造混乱，吼，甲汉人分做吼，长山人。甲葫芦人内地人吼，两种，尾就阁分较侪种，尾就连客人咯、漳州人、泉州人，拢个分出去吼，吼。啊，台湾人吼，袂使做兵，袂使做兵哦，干那会使做用，吼。兵一定爱，带中国的人才会使做吼，啊，这是大家注意，一个兵，一个用。这拢是制服，恁在看电视的时阵哦，注意看是，这是兵还是用，哦，给一个知识给大家了解，哦。啊，台湾人叫中国人叫做长山人啦，哦，所以哦。一派兵来台湾是三年一任，拢是叫汉人，因为满洲人占着汉民族的这个土地了后，伊足欢喜，康熙皇帝足欢喜，足欢喜到什么程度呢？伊的人口数不及汉人的一趴身，啊，统治汉人268年，看伊会爽未？所以无所谓啊，啊，摕到台湾，西隆摕到台湾，叫伊甲台湾划归国土，伊讲台湾乃康熙皇帝哦，乃弹丸之地，台湾配太大，得之无所加，
得到我无给什么，去之无所损。我无这个台湾嘛，无损害啥。这皇帝安尼讲话，就是台湾根本看不上眼。哦，啊，结果这个句子哦，在这个历史上拢有记录了哈、哦。啊，当然，西隆占着台湾，台湾迄阵已经开发的土地有18,000家。根据荷兰人郑成功的经营，有18,000家的土地，啊，西隆7,500家第六地啊，收厝税、收产租，安奈西叫无要占台湾，所以甲康熙皇帝哦建议几哪项拢无效，但是建议上有效的，就是讲哦，派去台湾的兵，派去台湾的官。3年1任，3年1任，死之无9任，何因大为故？这皇帝听了，知道什么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三藩之乱，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吴三桂去湖南做王10年，就翻清了。啊，你来派兵来台湾的时候，3年就掉头等于，安尼好。啊，搁一个。台湾派去台湾的人哦，袂使娶，袂使娶某仔，就是讲你不准西眷。啊，无娶某仔有啥物用途呢？你的某仔囥在中国，互我做人质。你来咱们台湾作乱，我该杀。哦，啊，所以伊占着台湾哦，所以咱伫台湾哦，敢若有翻长山，无翻翻弯岭，因为。伊都无必要派万人来台湾嘛，好、哦，温州人他，汉民做一爬升，那我遐做变，哦，啊，因为中国那遐烂，中国人拢贪污啦，有钱来啊都好啦，卖你啦，哦，有官通做啊都傲子啦，所以中国哦是一个奴隶民族，哦，他们家看会出来。啊，所以甲本地人佮分做葫芦人、客人，哦，啊，葫芦人佮分做漳州人佮泉州人，哦，啊，制造族群械斗，哦，用个分化的方式来统治台湾。啊，请问即摆有分化制度无？有哦，这里是户口名簿，你是山东人的第二代、第三代。还是山东籍，啊，去到山东哦，人家叫他呆包，没人叫他山东人了，哦，啊，就是，所以这就给他分化嘛，跳岗要给他分化，哎。满清统治台湾，但是满人无来台湾统治，派长山人来台湾统治。西隆啦，哦，西隆哦，啊西，不是西隆啦，西隆哦，我讲哦，姓西的真可惜哦，六港西一半，什么意思？哎呀，西一半，一半人是西啦，啊，下头萧桂珍啦，下头哦姓萧的桂珍啦。不是起笑了哈，笑鬼子！伊用个这分化来统治台湾，国民党该恶去，哦。啊，即摆就讲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丁禄恶对的代志，哦。先因他们迄个5月初2日吼，二八，大家在。鸡人港外口金鸡礁的海面上吼，伫德国轮船公益号吼签字割让交割，于是在横滨王上举行交割仪式、哦、所以日本正式吼是6月初2日啦，但是日本兵凭6月初2日较早都来台湾啦。来台湾来这个吃黑队、哦、
啊，只福隆黑石头吼，安尼安尼看落就知影，即诶，即搭有一个，有一个一个所在叫做圣地亚哥。哦，圣地亚哥，因为以前咱即个北部是哦葡萄诶、西班牙人占，啊，西班牙人都甲即个所在哦，哦。叫做圣地亚哥，啊，这个吼、哦，颜料抗日纪念碑，啊、这胡说八道。哎，安怎创的呢？本来是日本人他们家定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他们家定了日本人做这个塔，啊，写北白川宫能久的迄个事迹在顶来对，啊，但是。中国兵来，那挂多呗，甲你敲起来，字甲你敲起来，啊，甲你写一个颜料抗日纪念碑，哦，啊，代表伊安尼抗日啊，哦，所以注意哦，安平古堡嘛，同款，哦，即有当时你去看，那立石骨立石落去啊，即同款，哦，啊，这里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诶相片哈。这张图哦，予大家知影，这是满清国的国旗啦。哦，蓝龙系红珠啦。啊，西方人哦，无这只龙嘛，中国嘛无这只龙，啊是改拓黑，哇，做拓黑。哦，所以为龙哦，为什么去到西方，改龙当作这是中国的哦，就是这。蓝龙，啊，都无一龙嘛。万年的国旗哈。啊，都做落来做古哦，头壳歹。啊，这张图哦。趣味哦，台湾民主国国旗为下虎，黄虎蓝地黄虎，啊那都为虎。台湾敢无出山虎？台湾无出山虎，九虎，九虎敢那鸟了哦。好、哦，啊，以及蓝地黄虎哈、哦，蓝地黄虎就是讲我属这个。清国的、哦、所以这个很短命啦，很短命啦、哦、台湾民主国1895年、哦欸、6月10几号就完蛋了、哦、没几天啦，十天来对这个总统就落跑了嘛，哦、啊，这嘛有一个印啊，民主国之印，宝印哦。啊，加下永清年号永清，这是你看，你都知讲伊哦，唔是要独立啦，伊是要挖满清啦哈，年号永清啦，永远清朝啦哈。啊，本来的部队有三营的清军啦，三营一营是500人啦，350,500人啦，啊，伊。历史上记录约有千人，这句话都有趣味啊！才约有千人，哎，500人走倒去，约有千人，就是讲无到1000人，叫约有千人。啊啊啊！村里人走倒去，因为满清哦来台湾哦，哎，只欠一个兵，有这个兵有粮饷，有薪水，啊，营长摕去，所以哦，定了。一营吼500人，剩200个人，吼、哦，按、啊、要点名吼、哦，这个中国派兵派人来要点名，就较紧路上抓俘，抓看到人就抓，来个只徛的，按你算一名，啊，按到500名，哦，这个就是约千人哦，这个写得很好，哦，但是吼、哦、因。
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刷落去哦，全军上下全无战意，尚未接触，火炮不发一弹，就自行溃散，四散西界逃亡。就是讲，因吼看到日本兵要来哦，走，枪拍入来，啊，走去倒，走来台北城，走来台北城中间，官兵变强盗，不是强盗变官兵了，伊是官兵变强盗，抢劫，啊，抢劫，啊，台北乱七八糟，啊，抢到官府去，连官府嘛该抢劫，因为伊穿兵仔制服落去抢啊，啊，武器。所以这个是四散逃亡来的。哎，对啊，啊，但是一直是官方的啊，所以冒来这个抢起来就变家己的啊。对啊，这就叫做文青嘛。好、哦，不是现代的人嘛。啊，但是现代嘛是同款，这个二二八前吼，咱。到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在高雄一带掠真多青少年哦，掠去中国去做兵，哦，掠去中国做兵，啊，先说讲，美就派62师来台湾，对不？啊，沿路屠杀10多万人，啊，蒋介石就感觉讲，62师真勇，来调去上海保卫战。啊，调去上海的时阵，在上海哦，有一挂台湾人哦，因为以前去用掠抓夫抓去当国民党的军队，啊，做国民党的军队了后，尾就集体投降，变成共产党。啊，共产党就讲好要削减，派恁即挂做炮灰，来个42师、62师拼，吼、哦，啊，所以62师被在上海被咱台湾人歼灭。这是先说讲的吼、哦，啊，迄个时阵，咱选一个，选唐景崧了，毋是姓马了吼、哦，做台湾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的总统，民主国的总统，啊、哦，唐景崧哦，看了军大事不好，吼、哦。阿专哦，因即个军队全部是佣兵，啊，因厝的大大小小拢在中国，哈、哦，也不知为何而战，哈、哦，不知为谁而战，啊，以致不战而溃，所有的大官家眷拢在彼岸，所以伊就要走路。啊，迄阵台湾上有钱的人。林本源大概是不听过啦，第一个棒球吼，林家花园吼，诶，第一富豪林维源去做国会议长，吼、哦，林维源吼，独立庆典的第二天就走去厦门啊，独立第二天就算啦，这做一天的议长，哦，啊，但是一选举，咱即马国家较现实来讲。马关条约规定，台湾人有2年的思国好期。你2年内底，你能选择你的国家，要在台湾，还是在要去中国？啊，若要去中国，你财产你做你变卖，转去。啊，迄阵的记录讲，台南吼，的厝价大落，因为大家拢要卖厝，啊，都走去中国。吼、哦，啊，这个走去的，当然。这林委员林本源哦，林本源处的这林委员啊，甲台湾的资产卖一挂，还是走去中国。啊，2年的时过期到啊吼，一只，大家拢转来台湾，因为去中国哦，嗯，人家你看做啥物？呆包，哦，绝对无甲你看做，你甲感觉的吼、哦。啊，所以哦，林维源伊个家族倒来，还佫有吴芳个林家，哦，林献堂，林献堂佫倒来，林献堂倒来时阵是14岁，哦，
林委员哈、哦，啊，这个台湾要未导航预警哈，这个唐景松把公款40多万纽元汇到上海，表面上就讲我要去订军火，但是这个钱哦，拢放在落地啊，40多万纽。啊，家中大小拢已住在中国啊！既然生命财产拢无牵挂，所以哦，三个人将公款一卷而空，走到河北，河北都会淡水了哈，河北哈啊，那个崔氏暗时坐德国船，哈啊，登去厦门。这段历史是这 James Davidson。写哦，这一个迄阵一在台湾一个外国人，啊，因写的记录哦，这本书即马要去买一个有，哦，《The Island of Formosa》哈，台湾岛了，休国14天，总统休国14天，哈，啊，库洪噶，库洪噶可以用选做副总统，哦，啊，换副总统是在安怎比？因为总统安尼都落跑啊啦，其他的士绅、文武官员、大小商人哦，啊，前清的统治阶层哦，拢争先恐后走去中国。台湾民主国副总统兼义勇军哦，前清进士邱逢甲哦，一查唐景松走啊了哦，伊嘛赶快。伊吼先登去伊的故乡中华铜锣圈、铜锣园、铜锣，基本上也够这地名嘛吼。啊，东西叫做铜锣园，吼、哦。啊，伊做一首诗：此地非我葬身之地也，须遍计早去。父母在世，应求自己平安。所以哦，酸啊酸哦。夹带公款10万元，哦，这个10万元，这个资料位都来，哦，等于更当，这是连横下哦，连接因阿公下哦，哦，逢甲一打款已去，货源近10万元，哦，这要下这下资的定出来哦，我拢爱找有根据的，哦。这连钱啊，不你去过连钱哦。啊，这科学家啊，但是真可惜，这块历史拢无教，居然有过一个大学叫做皇家大学，对不？把乱七八糟嘛，吼、哦，所以咱头家吼，拢去用洗脑，洗个乱七八糟吼，好、哦，这科学家。所以一做这首诗，会向背的人真多。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贬作州去做吃鱼子，回首河山亦黯然。哦，这诗写得真好。啊，但是库洪家就是这款的人。哈、哦，所以即摆日本人来啊，哈、哦，日本人来的时候先做铁路，哈、哦。这头一座铁路哦，是为台北的迄个北门城到桂林。那会清国哦，迄阵是满清的统治的时阵，那会要甲上进步的铁路带去台湾去？有人知影理由无？你台湾是化外之地啊，他妈家己去，家己建设。我跟你讲哦，理由真简单。伊先甲这条铁路哦，是上海到我南京，他们遐在起一座铁路。啊，铁路起好，啊，就火车就伫顶头砰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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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恁弄叫嘞吼，中国人哦挡袂牢，甲因祖先伫无的吼，我拢呕出来，跳下跳下跳下，啊来台湾去，啊台湾人不要紧，你做你想。所以带来台湾去，
啊去过程中，哦，经过这个鸡笼河吼，七度的时阵吼，去乌桥墩吼，发现到有金沙啦，咱台湾出产金啊啦，吼、哦，鸡笼河是咱的黄金河啦，吼、哦，啊，后尾就有三千人，逐日有三千人在遐洗金。什么叫做洗金？金啊是用个洗起来个，因为金啊吼、哦、是伫金矿内底啊，经过了这个风雨吼，啊，甲刷烂掉，啊，你若不刷起来，就是有不着一点仔金啊。啊，你家迄落刷较轻哦，啊，你点仔注意点头摇着摇着啊，刷流出去啊，金啊就流去你的迄个盘点头，哦，叫洗金嘛。迄阵一日有法度吼，洗偌侪钱出来啦？我十年前有算啦，即摆黄金变化遐大吼。十年前算一个达波人吼，迄阵乌甲高分啊去啊吼，吼金贵少去，上摆万三块新台币啦，逐日啦吼，啊较侪万八块啦吼，啊那迄落。公司经营法的吼，一日有通200万，吼、哦，咱台湾金矿啊，所以苦苦饿啊，吼、哦。这个咱台独讲铁路吼，铁路经过四丘陵有做隧道吼、哦，啊，当时台湾嘛第一个吼、哦，电力公司在台湾做吼、哦，所以吼、哦。刘铭传在台湾主政的六年当中，吼，已经和台湾变作全国一个上进步的省份，生活水准真高，吼。咱所以台湾钱银卡白，这嘛是有道理的，吼。啊，这李春生是吼，伫九华街，吼，哦，伫这延平北路开茶行。啊，这个会晓讲英语，吼、哦，会晓讲英语是什么作用呢？因为满清兵入来台北城的时候，抢劫，有钱的抢，无钱的嘛，甲你抢拢抢。啊，台湾人就成立自卫队，吼、哦，自卫队。啊，李春生吼、哦，出面邀请三个阿督啊，吼、哦，出面去邀请日本兵。吼、哦，走来到水顶卡，水顶卡是即马叫做十字的吼，哦，十字迄个所在吼，邀请日军入台北城，日军入台北城是用邀请一个，吼、哦，一个台北城，吼、哦，啊，对，这个邀请吼，这就要注意吼，这是 James W. Davidson 啊、哦，这是。就是写迄种 Formosa 迄本字的人哦，啊 ，Samsung 英国商人，啊，佫一个德国人，欧雷，即吼、哦，即三个代表台北市去甲日本人讲，台北城真乱，欢迎你入来。啊，即日本军看到三个阿督啊，没有怀疑啦，但是咱的。朱维龙有写讲，有一个叫做郭先龄、辜显荣了哈。郭先龄哦，有几耐讲法啦。第一个是讲去到澳队，看到日本兵安尼，甲敬礼。哎呀，日本兵哦，遐有一个人，台湾人在甲敬礼，是可以先讲。好、哦，但是这无事实的，因为。你一日要行路，行到海边哦，袂遐紧啦。为代表要行去啊，乌队行袂到啦吼。伊是行去吼，为代表行去这个，行去水顶卡到十字是行会到。啊，先到，甲日本人讲，啊，日本人看伊先甲掠起来，甲你代表啥？甲你讲英语，袂通。日本话也较袂通，啊，无讲北京话好无？
嘛袂通，干来遐讲台湾话啦，吼、哦！啊，你讲日本人要相信伊这个人是代表啥之类吗？才不会相信，吼、哦！水野尊哦不相信，但是水野尊给捡回边啊。等下这三个美国啊、阿多啊，吼、哦，讲过了，伊发现就伊讲的，伊干来要来提赏金嘛。啊！你知影，咱台湾人伫清国的时阵是袂使做官，嘛袂使做兵，他都是一兵甲用嘛吼。所以讲，我日本人挑工，互恁台湾人来做官，哦，所以来支持这个国军，对哈、哦，这个有相片。James Davidson、哦、所以咱一寡资料吼，为伊个身故，才得着了吼。啊，这英镜顾显荣啊，哦不，这顾显荣对是郭彦龄了哈，郭彦龄个镜是顾政府嘛，哦，顾冠民哈。啊，这间吼、哦，这间厝吼、哦，叫做盐馆。哦，当时吼、哦，日本人支持这个高价吼，可以这个专卖馆，吼、哦，专卖馆鸦片的专卖馆，吼、哦，啊，一个是盐的专卖馆，啊，那鸦片的专卖馆要给他。因为日本軍一出台北城就都是問題啦，哦，要走這個，要去宜蘭這條路，哦，九彎十八彎，哦，走不過去啦，那幾千人給他反對啦，哦，啊，就叫郭顯龍、顧顯龍，來，我來處理，他就給阿扁，哦，這個，就人說為經脈開始景美找一间伊个人吼、哦，景美区予你做总代理，阿片的总代理。新店找一个，边仔找一个，沿路找数十个吼、哦，啊，伊个迄个部下吼、哦，几千人拢得到专利的迄个阿片专利的迄个买权吼、哦，啊，大家拢嘛好个，啊，就好啊，安尼即逝路转，无要紧啊。啊，我见了全日本人全做一条九弯十八弯的路去到宜兰。啊，这条路做好了，咱唔惊你嘞，日本人咱唔惊台湾人嘞。咱台湾人是摕德国刀菜刀在个拼嘞。啊，那拼去山顶，你大炮你开袂进去。啊，你那哦个近距离哦，要接触哦，日本人过会损伤真重嘞。哦，啊，所以即马大炮会通啊，所以即个所在都平复了，所以郭顯龍得到了台湾鸦片总代理。啊，即马佫讲盐，即间叫做盐行啦，盐行即马也佫伫个，伫即个民生西路吼、哦，加即个大稻埕码头吼、哦，附近。啊，这个盐有什么重要？咱人哦，无盐会死啦。哦，啊，所以盐互你做总代理，啊，有作用无？有，就是在1930年代吼、哦，这个武侠事件，吼、哦，武侠事件，马秀武侠这个。事件因发现着因无盐，哦，要卖盐吼，你定来看到一砍棒就写一个盐，哦，迄都是日本时代留落来物件，即马即种招牌已经无啊，真少啊，吼、哦。啊，那退你不能做。做走狗吼、哦，加减有通想淡薄嘛吼，然、哦、后就是要做。啊对，
罗汉卡困住点，吼、哦，安那都困住点。哎、欸，对不起，学友，我先猜一下哈，那个车号1935DZ， 那个你的那个什么车子的那个大灯没有关。刚才，今晚开始去关耶。你讲啥人？哎、欸，对，因为困住点有啥物好处，你知？住点吼、哦，早起伫卖住吼，剁剁剁，啊，肉油啊，就会剁落去即个茶的缝隙内底。啊，缝隙内底吼，你若无该洗吼，第二天吼、哦，即个臭会臭，所以吼、哦，逐日吼拢爱洗较清气清气，哎、欸。啊，即嘛郭先生看到，哎、欸，啊，拄好做我的面床，啊，电脑阁有吸挂，哦，啊，所以郭先生困住点就是安尼来啦，好、哦。啊，这张图吼、哦、是这个城门，大家可能一个熟悉，这就是北门城啦，好、哦。啊，欢迎日本兵入来，所以日本兵入来台北城市真平和入来，无抵抗，吼、哦。啊，这就是大稻埕的码头了，吼、哦。这是以前啊，像迄阵哦，已经有洋楼啊嘛，这吼、哦，这洋楼已经有啊，吼、哦。啊，今嘛大稻埕码头是安尼啦。马关条约签好了，台湾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哦，占领的日军啊，阁真歹。哦，我杀真侪台湾人。哦，啊，大部分的统治阶层拢走亡啦，吼、哦。啊，所以哦，台湾人哦，得过倒菜刀，专组织移民军。哦，在无同款的所在。对日日进行抗争，吼、哦，啊，这场战争哦，长期抗战，日本人惊一个，哎，这个土地的人哦，人民不可辱，所以用个台湾民族来祭祀，这个爱国解说一个，因为伊拍去中国哦，那个中国兵打败了，百姓真简单就通敌啊。真简单的东西，啊！那拍到台湾来，啊，都官兵都走逃亡啊嘛！哎，爱百姓摕德国刀菜刀来切，哦，啊，小等你安怎切？咱台湾人伟大在倒位？哈、哦！伊这个先去到三角形，三角形就是三峡，哈、哦，拄到黄小潭抗争，安平镇，这不是干那一个人啊，一群人啦、啊。啊，北部吼、哦，这是客人江少祖啊、哦，苗栗钟石妹吴汤兴吼，这是到客人庄的所在，拢拄到客人嘛，开反抗吼。明知道咱台湾人明明知影无法多甲日军对抗，也敢以卵击石，吼、哦，这就是台湾人的伟大吼。哦明明知道我打不贏你，但是我也要跟你戰、哦、所以這樣的事、啊、這就是當時、哦、日本人、哦、的那個戰爭的一張照片、哦、所以那個時候在新竹苗栗頭份一帶、哦、有客家的台灣民族英雄，他這個客家的台灣民族英雄就是把台灣看作自己的厝哦，不是讲我来这里做客，那来做这做客，他不爱跟你捡呢。所以这来队伍江少祖，即嘛在北部有一个江仔，哈、哦，就是江少祖跟他有亲戚关系。啊，吴汤兴，啊，徐香，哈、哦，有这个
客家人有出这三个台湾民族英雄，但是真可惜，即个民族英雄哦，拢无放喺忠烈祠。好、哦，啊，这是当时的当时的相片啦，吼、哦。好、哦，啊，这是伊的姨父子，对讲一死的时阵，这个囡仔也未出生啦，吼、哦。啊，吴汤兴。哦，啊，日本人哦，拄到台湾兵在介战哦，所以日本啊组织哦三根混成支队，哦啊，日本军在乌托库、福崎、两架教、尖山、飞崎啊、长南、江后、大平、大安所在，甲日本人作战。哦，七月二十四。移民军才退出三个月，伊七月二十四，伊五月二八，伊到定陆，到个七月五月、六月、七月，已经隔两个月啊咧，哦，啊，这差不多有一千名的咱台湾人战死，两千四百栋的厝吼向烧去，吼、哦，和三个月吼、哦、化为废墟了，吼、哦，所以。加他们家建立一个三峡忠魂碑哈、哦，北白川宫能久哦，建真久，那台湾人哦，甲中国人那差遐尼多，在台北好好的，到个新的都换一个民族，赶快，到底台湾人甲支那人哦，支那人哦，有啥物无赶快的所在？哦，有这么多的差异。台湾人跟中国人那有什么差异？啊，那差异这么大哦。台北哦，长沙人啦，较侪长沙人啊，长沙人就走啊。哦，长沙人走嘛，啊对抗的就是拢庄脚的人吼、哦，啊，拢拄着手持菜刀的义民军呐、啊。啊，年轻啊，查某人啊来见啦，所以因想袂清楚，想袂清楚了吼、哦，迄、那个要就去做一个台湾旧惯调查，台湾的旧的习惯调查，那过去完全通知啊，无遮困难的吼、哦，虽然三年一小换，五年一大乱，嘛无个这么厉害，所以。台湾旧惯调查来对，各个台湾人分做两种，一种就是台湾人，本土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 即嘛英语安尼讲，啊一挂是叫做 people on Taiwan， 就是长沙人，吼、哦，啊长沙人吼、哦、爱钱、惊死、搁爱民主，哦，长沙人。对啊，啊，但是咱的迄个流传讲，我台湾人爱钱惊死，我爱面子。啊，其实台湾旧惯调查拢个写个真清楚滴啊，爱钱惊死爱面子是大长沙人。啊，咱台湾人摕德国刀菜刀在甲你剪，安尼那个爱钱惊死，那是爱惊死，我爱面子，无面子通过嘛。所以这个爱注意。伊所以知影讲，长沙人哦，有款长沙人，即摆拄着毋是长沙人，哦，因为伊所以伊嘛是叫做强国奴、清国奴啦，哦。所以这个是水亚尊哦，这是内政部长了吼，头一任的内政部长对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报告，伊讲台湾分做两个阶层。一个就是属性，哦，属性就是少数特权分子，哈、哦，读书人，读书人哦，读书人头壳空空，这就是一些下大小租户、大小商人的子弟，哈、哦，这些是个阶层，哈、哦，啊，台湾士绅阶级各分做两种，
一种是外来通知者，吼、哦，啊，一种是依附他的，一种是对讲，一种是长山人，一种就是吼，迄、哦、长山人，啊，一个叫做靠山啦，一个咱买就二礼拜以前叫做长山人，吼、哦。啊，长山人啊，一个哦，我长山叫做靠山，哦，啊，咱叫做汉字啊，哦，这历史拢有安尼记录滴个吼，因为，我讲哦。你即马讲台湾人甲中国人区别吼，我甲你讲吼，即、這个伊最近的迄个 DNA 的迄个记录啦吼，咱台湾人的迄个血统哦，85%是平埔族。啊，我伫讲历史吼，我来证明85%是平埔族。吼，咱毋是中国人，咱、就是。1947年去，让人一天之内给你改做中华民国国籍。哦，其实咱不是中国人，我们是台湾人。你哦，你手哦，伸出来哦。啊，这该变落去，有一寸无？有一寸无？有哦，啊，变薄。啊不一个一项啊，咖啡仔有鼻唇啦，不是讲咖啡仔，甲这是鼻塞啊，你孙子是啊，鼻薄啊，嗯，啊鼻薄做法，吼、哦，对吧？85%，那是那尼玛利下的，所以咱台湾人甲中国人无同款人嘛，因爱钱惊死，佮爱面子嘛。这样讲的。现在台湾多少靠山，你无看？台面上那些都是。对了，聊聊是聊聊民政府开了带来盛效。长山人的特质，爱钱惊死，爱面子。长山人的特质啦。台湾本地人改善哦，爱乡意识吼、哦、真高，甲中国人无共款吼。因为原本哦。第一，这是讲日本人哦，日本人对支那人有真侪研究，研究认为全国人是有重大的奴隶根性，这是日本的研究报告，写有重大的奴隶根性，这个奴性哦，源自儒教思想。咱在读孔子哦，敢那真牛哦，啊个确实迄个人啊真牛，但是去互歹人利用。啊，变作大家拢是戆戆空空做奴隶，哦，爱注意，你后壁也一个控制伫个啊，头前乱七八糟，哦，讲一个较简单的，印度人有黑人有白人，印度人哦，伫3000年前哦，为北方的雅利安人哦。入侵雅利安人是白人，啊，白人是少数啊，一无到1%的人，要通敌遐尼大个黑人群众，要怎通敌？所以伊做一个法令，甲人分做四种，相关级的婆罗门、第二沙地利、首陀罗、吠舍四种。婆罗门是啥？婆罗门甲啥？第一种跟第二种、哦、
这是白人啦，啊是和尚啦，啊加国王啦，哦军队啦，哦这种白人。第三种哦，人数较侪，因嘛就自己有歧视哦。你即个叫平民，但是即个平民是白人。啊，第四种哦，黑人，全部黑人。啊，安尼分做四种，要安怎通知？伊讲哦，恁乖乖做奴隶。后世人哦，甲你升一级。后世人升一级，你一级哦，你安尼做奴隶，你就做奴隶。啊，迄规定较外严的，奴隶哦。暗时的时阵，加光明吼，转一个白人位头前过，啊，你去给打着伊个白人的影，当然你正卡打着啊，倒卡打着啊，正卡打着，正卡剁起来，啊，安尼在通知，啊，这通知方法有好无？嘿，对通知这正简单，正好嘞，这黑人拢袂反抗嘞，结果蒙古人入侵印度。哦、天下有这个款的制度，哦，继续享用。要就英国人去，哎啊，这个腿啊，哦，做奴隶做个惯势个吼，后世人给你升一级啦。哦，啊，拢是后世人给你升一级。哦，注意哦，咱不要陷入讲我的后世人，我的前世人哦，无迄落代志，那是容易陷入人家的迄圈套。哦，啊。安尼，奴隶甲你统治，印度人互统治三千几年做奴隶，啊，那会独立？印度那会独立？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欠兵，欠少年家啊，甲印度人调两百万人去海外、去欧洲啦、去多位啦吼去战，啊，战煞了吼。他快点给他收收的回来印度，他们就都回去印度，但是 这两百万人看过世面呢，看过人跟人没那个奴隶呢，回来那就要做奴隶，他不要做奴隶，所以印度革命的成功，大家都说甘地，我在说你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救到印度人、啊、咱爱知影讲这个缘由啦吼，甘地当然是功劳者之一的吼，但是伊无法度一声唤醒所有的人，吼啊，这两百万人是住在英国国队，白白穿功能久。哦，一八九五年八月的时候，哇，这个白白将军能救。哦，这几个大将军来对，这个爱注意。这个是做咱台湾第七任的总统，哦，袁石明七郎。这咱秘书长讲，咱拜托这个的囝孙哦，去跟日本天皇见面。就是拜托这个，啊，这个在咱这个台北的迄个南京东路、林森北路口，遐有一个公园，有一个纪念碑的。因为迄个所在吼，是叫做十三号公园啦。迄个公园本来就是日本人的日本坟墓，因为迄是在城外嘛，台北城的外口嘛，迄阵吼。啊！伊就待遐，啊！中国难民来台湾了，都踮咧坟墓下顶头起厝，吼、哦！去住起来，啊！尾就得用拆起来，拢去换住了吼、哦。啊！即马讲到老英雄，阵前弃军潜逃。老英雄是虾米人？老英雄是。鼎鼎有名黑旗军的统帅，你知道中国有黑旗军真用的吼、哦，
啊，来到台湾，到啊，拍啊台中的时候，日本兵拍啊台中，叫伊讲，哎、欸，台中就拜托老英雄，你握有所有的军权哦，你较紧来甲我支援。伊讲无，台中你的，台南我的。啊，拍到家己，伊全叫人去甲日本的天皇吼，日本的迄、那个总督吼，伫、哦、台北，甲伊讲我要投降。啊，伊讲会使啊，你若要投降会使哦，你甲战地司令去投，甲战地司令投吼、哦。啊，即、這个伊甲高岛司令官吼，你讲高岛司令官甲伊讲哦，如你若有。发自内心的悔悟，有诚意投降，你来军门哀求哦，不是哀求，你来爱来噶，否则吼、哦，以后这个上轿批来吼、哦，我都不爱看。啊，伊讲吼，要控制的人，干那台湾人来尔啦，阮长山人都无要控制。啊，要救老人后安怎处理？暗时化妆做阿婆啊，啊穿阿婆衫嘛吼，啊有裙嘛，对吧？啊为安平港走吼，啊裙带浪一下，叫做阿婆浪港。啊，所以吼、哦，你知影讲咱台湾俗语吼，有理由的阿婆浪港。教一下阿伯浪港哦，常用的军队浪一路走。啊，伊哦，伊有子弟兵八千名，无拢歹插的，家己走倒啊。这是中国人的德性。但是注意，咱台湾人哦，台西北白川宫能久青龙。伊骑马，骑一只白马，到小人即马家里也是说的，第二德位拿刀行哦，荷兰安尼骑刀哦，德国刀菜刀安尼，为阿妈骨该靠落去，啊，着着动脉，啊，着这白白穿个龙就着倒落去，啊，倒落去较紧的，还有一间哦，大间厝哦，就入去大间厝。啊，迄间大建筑是张啦吼，张厝，哦，去异地，哦，啊去异地，但是着着动脉迄阵，啊无法度人异地全死去。这是日本头一个建死在海外的皇族的人物，所以吼、哦，所以这当时吼、哦，当时日本人在这个。咖喱这所在，小浪这所在吼，乱太人啦，吼、哦、乱太人吼、哦，一走去张树就医了吼、哦，啊，日本宣布讲伊得着马拉利亚死，啊，我较相信伊去有台湾人台死，因为日本的芝麻不会啥会死的咧，吼、哦，那讲家己啊闹亏代志。你看民间的传说较近，哦，啊，这个一个哦，为成立北门农工职业学校旁边的小南溪到文水桥哦，个溪水拢变红色的，就是中台，看到人的台，因为主帅要死，哦，啊，就中台，啊，中台的时阵。日本人为了纪念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起一个台湾神社，在倒位？在即卖宜山饭店，哦，在宜山饭店。加这座桥吼，以前叫做中山桥啦，啊，你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啊，你哎，这圆山饭店都在加。啊，所以哦，日本人哦，
要去这个神社吼，去做一条世界上第一级的迄个车路，叫做三线路。三线路是啥物事路？恁捌行过无？对啦，中山路。啊，有歌你知无？月色照在三山路，风吹微微，等待的人哪袂来？你看麦，啊，三山路那叫三山路，有快车道，有慢车道，有行人道，啊，人行道，这是世界级的。为台北的圆山，吼、哦，直做个东城，个个个做总统府嘛，东门城个总统府啊，个个一只啦，安尼，即座即叫做三山路，啊、哦，即座是日本人要纪念，啊，但是即间神社，诶，后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尾期，有一只为缅甸。白来要白来台北的飞机哦，去弄个台湾神社落去啦。哦，啊，这台飞机哦，载真侪缅甸的珠宝，散个归途啊，散个归途啊边啦。啊，都去捡嘛，吼，啊，叫谁去捡诶？叫台北一女中的学生去捡一遍。一女中啦，北一女啦，啊捡煞，就叫第三高女，因为第三高女拢台湾的吼、哦、去捡，啊其中捡的哦，我一个阿哥嘛去捡有着，吼、哦、啊所以讲，伊讲，阮落去捡，讲我按一粒碎啊粒啊，安尼什么会发光咯，什么咯，安尼，吼、哦，啊尾就宋美龄就占这个所在，占这个所在。啊、宋美龄买酒，财产款款的拢走去中国，要走去美国。啊，这个所在交予谁做？啊，啥人是孔二小姐？哎、欸，正确。这个宋美龄哦。在美国大汉的，啊去捌到一个留学生，这个留学生叫做吴国桢呐、啊，啊跟吴国桢结婚生这个孔二小姐，啊但是因家族作反对，阮才有钱，你嫁到这个穷留学生要创啥？吼、哦，啊尾就逼他改嫁，嫁予这个蒋介石。啊，所以这个查某囡仔变啦，啊，无就嫁因阿姊吼，嫁予姓孔祥熙嘛，啊，叫孔二小姐。最近我得到的证明啦，这个孔二小姐是宋美龄的查某囝，是安怎证明？蒋经国在名义上是叫宋美龄阿老母啊，对不？蒋经国死的时候，宋美龄敢有回来台湾？无嘛？嘿，唔知倒一间厝的人诶。但是孔二小姐破病，伊为美国来飞回来，这大家拢知影嘛？啊，这都是伊的小姐，嗯。所以这个圆山饭店就是安尼，哦，阿飞就面筋，啊。哦，迄我都唔知啊。啊，好，对，会使写落字诶。哦，啊，今晚这圆山饭店哈、哦。啊，今晚这路已经创个乱七八糟啊。哦，啊，迄条本来中山桥哦，拆掉，不，迄条国民党看了愈看愈黑多。迄就台湾
新设的路嘛。啊，这个土地是应该是政府的土地嘛，啊，这样变成私人的财产了。在占台湾的时间吼，因为台湾人吼反恐遐尼厉害，所以日本政府有人在国会提议啊，甲台湾卖去杀孙就好啦，用个一亿日币该卖啦吼，所以有一个出售台湾一亿元之论，吼，咱台湾人进行。长达21年的武装抗日战争，到个1916年西南岸事件，才结束台湾人的武装抗争。西南岸地倒位，伫咱即卖的台南哦，玉井迄个所在，玉井。哦，这个是一个比较表是讲，时间1895年。的台湾，加1931年的中国东北，人口台湾人300万，以及3800万是咱的12倍。那单单安尼，咱爱这日本兵要来占迄中国东北，应该爱开6年的时间。其实伊干那开2个月，就甲中国东北占去。哦，1931年。土地36000平方公里，这是130万。哦，兵力伊开76000名兵。哦，啊，这边是20000名兵。哦，啊，来台湾建6个月，达到啊台南。哦，啊，伊干那3个月，都甲东北摕起来。啊，即嘛算数问题。那阵啊，住的中国的东北是台湾人，日本兵也阁维持2万名，啊，伊爱拍偌久才拍落来？爱拍哦，216年啦。所以咱台湾人有伟大无？好，好，今日讲到这。啊，有啥物问题无？日军呢？日本的日军要撤退嘛？啊，撤退北来台湾嘛？哦，啊，弄台湾剩下。嘿。安尼哦，哎，你这故事，我迄个台北桥嘛，同款，台北桥日本人起的哦，哎。都对嘛。对，所以日本人来台湾统治吼，那拄到咱台湾吼北有拄到3个动物啦吼，北部吼拄到林小鸟、林小猫啦吼，不对唔对，甘大师，北部甘大简大师，哦，简大师吼，该抗争中部瓜剃后。哦，中部有一个瓜剃虎，南部林小鸟，哦，啊，三个哦，
甲日本人安尼种啊，安尼乱七八糟，哦，所以一只虎，一只狮，一只鸟，哦，啊，尾手日本人占台湾，都安尼抗争，即抗争有咱台湾人有七年的时间伫抗争，哦，七年为头到尾拢伫战，啊，七年过了后就是革命事件爆发十四年。啊，上有规模的，吼、哦，就是西来安事件。西来安事件吼，在即个台南遐发生玉战，吼、哦，啊，发生的时阵，因有计划甲日本人来作战，啊，日本人战袂赢，战袂赢，但是吼、哦，伊日本人安怎处理呢？就是讲，你一个人要去中国吼、哦，你爱买武器嘛？啊，炸真侪金啊，炸真侪现金，该查到真侪现金的时阵哦，哎，你这现金要从啥？啊，讲袂出，伊讲我要炸去中国啊，好、哦，啊，结果该关起来，啊，关的内底吼有一个日本计杀，日本的义妓啊，该关到顶啦，啊，关到顶，但是日本计杀都先放伊走，爱、啊、就写一张批。哦，拜托这个日本计杀，甲政府哦寄去给伊的迄个朋友。啊，日本警察专就带这张批去查，哦，原来有这么大的组织哦，来得抗争啦。哦，啊，全都拢掠起来，但掠啊掠台死也无算啦，判死刑的一千名啦。啊，判死刑判一千名，日本的国会吼、哦、抗议，哪有一个革命的活动，反而判人一千名死刑？好、哦、啊，所以日本的台湾总督全讲啊，好好好，停止，无台啊，但是已经300人去用台死啊，哦，啊，剩的无期徒刑啦，什么啊呢？这西来湾事件。啊，西来暗事件了后，咱台湾人都往过文化的战争，哦，文化的战争就是讲文化协会，哦，文化协会，这是蒋渭水，哦，啊，林献堂这等人做作的，但是文化协会无外久。变做共产党诶，变做谢雪红诶。好、哦，谢雪红彰化人，细汉哦，老爸死，卖因大姊，甲因大姊卖去，甲因老爸带，过无偌久，老母死，就甲伊卖去杀，带老母，啊，所以伊即个是。孤儿啊，谢雪红，啊，要去有读书，读国民学校，国民学校读的，要就去糖厂上班，啊，糖厂上班专派，甲糖厂的迄个科长斗阵去日本，啊，才走去上海，啊，去上海才看到讲，哦，革命是安尼哦，哦，血流的涂骹哦是红的。所以叫做改名叫谢雪红，哦，咱即摆嘛一个王雪红哦，谢雪红，啊谢雪红哦，伊个在上海哦，要抗争哦，甲即个上海就是租界区嘛，有华租界有英租界哦，啊抗争的时阵哦，伊惊头一个啦，大家拢叫伊你。做第一个，啊，伊嘛惊头一个，啊，惊啊，真勇敢。啊，那要叫伊惊头一个，你知？因为啊，独阿兵未拍查某，未甲穿开个查某，啊，所以惊。啊，美国啊，安尼时阵，伊转他们即个中国出名个，中国四川大学就讲来。来四川大学读无几个月，莫斯科哦，
就送到莫斯科读东方劳动者大学，哦，啊，去安两年，安两年得到这个共产党的真传哦，传哦，回来上海，1928年成立台湾共产党，台湾共产党成立了后，哎，这日本警察哦，咧抓人哦，是，不是讲，哎，这个人有怀疑，就该抓个，不是，这个人有怀疑。啊！你去找啥人？啊！去找啥人？伊去找啥人？啊！即是找啥？即是做一工几千人拢抓，啊！甲谢雪红都抓着，啊！都送登来台湾，啊！送登来台湾，台湾的法官讲，一个小姐嘛，吼、哦，啊，放伊出去，啊！结果即个小姐哦，伫咱这延平北路吼、哦，开一间国际支局，吼、哦，啊，专他是。就派人入去迄个文化协会，然后取得文化协会迄个掌理权。哦，这都是这共产党的这个。哎，好，今日讲到这，感谢各位。谢吉力，吉力，谢谢老师。各位家姐，家姐哦，我选。